恭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主向法利赛人说：“有一个妇人，穿着大红袍，日日享乐吃多；另外有一个乞丐，名叫拿撒勒，满身疮，大大一大门在。”希望不能到顶，甲老街吹面包好食，但是就到来点伊个村，乞食死咯，天使把他送到阿巴人个怀抱里，那个不能也死咯，埋葬咯，伊到阴间。痛苦，隔膜一腿，狠狠推着阿巴人，甲伊坏蛋界拉走路，就大声叫，并请阿巴人可怜我，请大法拉走路用伊个指头点淡薄水来凉我个指，因为我都回来受大苦。阿巴人说：“你记得你活着的时候，已经享尽了你的福，自拉扎路同样受尽了苦。现在伊都自我受安慰，自你应受苦。第二，我们甲人们之间隔隔着一个大深渊。”就算人愿意，这杯可喝杯，喝杯来这杯也不灵。那不能说，白青，这些就请了大法阿，那早路教我过来，因为我另外有五个兄弟，叫伊去警告他们，免得他们也来这个受苦。阿不能说。他们只有每十块水债，听从他们好了。他说：“不，白千阿巴人，若有人自四家当交一人和喝过，他们必为悔改。”阿巴人给他说：“如果他们不听从每十给水债。”总裁有人自死者当复活，他们也必不相信。基督的福音，各位兄弟姐妹，今日耶稣主讲了这个比喻，讲了这个不能甲乞丐拿撒勒的故事。故事内底是当。这个不能逐日吃大肚享受，伊门下有一个乞丐，虽然伊无去欺负伊，无去拍伊，无去赶伊，但是呢，伊根本都无插伊，或者是退都无退着，就是，伊家己享受家己好，但是。拿撒勒受苦，一点都未关心。到后故事单，伊死了咯，伊入了阴间，就这个拿撒勒去了天堂，甲这个古早个下人阿巴人做母。就算你这个不能会受罚，让大伊都无得做什么拍摄啊、台南办会啊。伊个错是伫个，伊个错就是伊个心真硬，无一点关心身边个穷人，所有需要帮助个人。伊晓得伊家己有知。家己不
是家己强家己好，以免去关心别人。所以耶稣主是通过这个故事，是爱劝说咱别人，咱爱明白咱，咱所有个物件，咱个资产也好，咱个时间也好，咱个财力也好，咱所有个物件，拢是天主给个，天主赐个。天主赐咱一串物件，唔单单是为咱家己用，咱家己好。天主啊，爱咱去关心别人，去照顾别人，尤其是做贫困有需要的人。咧，咱人无做生做，咱就是未将耶稣主的门徒。咱这时阵起来拜啊，耶稣主。但咱爱祈祷，咱爱敬食、保守，上七要面。咱若是做这些物件，为着理解，就是爱开咱个心，使咱个听归听主，开咱个心，使咱个关心周围个人。咱有做些个精神啊，才是真正个有过这个时顺气个精神。那么咱所做的是外表的，咱应该是自内心去爱天主，去爱人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您。